买了新衣服，或者正准备要买新衣服。有谁是让爸爸掏的钱？哦，这是一年中我最喜欢的节日。我知道这节日呢是要庆祝食肉动物、食草动物一家亲，是这么说的吧？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大派对。我理解的对不对？有谁是和朋友一起来的？有谁是和家庭成员一起来的？有谁是和家庭成员一起来的，但又后悔没和朋友一起来？哦，你的心声我听到了。好了，我们一起自拍吧。大家靠近点，快点，大家挤一挤，快点，挨近点，别不好意思呀。一起说茄子，茄子。删了，再来，说茄子，茄子。哇，那呀。删了，再来，说茄子，茄子。完美！我要把它发到社交媒体上。井号动物成日，井号欢乐的海洋，井号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。收拾了，回头见！祝大家动物成日快乐！